记一下中吗？行。好，这下你的。啊。你为什么拔琴儿啊？5块钱开价，5块钱，太肥了，给你8块3中吗？8块3实惠，反正咱这帮把房子转了，不买你，别这，昨天下午就买了，也出了，不聊不聊，我不编，不编。多少钱中？肥瘦的你就吃多了，你看多少钱你能住着就完事。你要不中的话，就把房子就来了。8.5块，8.6块就抓了。不中，你留着。8.6块给2毛了还不中？给8.5块。不做了。我先走了。江江文。这是我的手呗，我搁这连枪，这是压多沉呢？摇摇吧。嗯。上秤，好皮。黑锅就没有了，这都是白锅的了。这今年明年就没有了，除非后天。那你必须找，你找着来你没有了。咱们定的，进咱粉丝群说句话啊，千万进咱粉丝群说句话，我开播以后在粉丝群叫你们。128斤吗？那家伙。128斤，128。你看多少？才110多，是吗？上下幺九啊？不是，忘了吗？这秤别那啥，这秤这不能啥了吗？114。我看上回的。10块是。那个这次数也沉个五斤正常。不是，你说这玩意他沉，你也沉啊？114。这玩意做秤是一样的。啊？114。对吧？上回是110吧？对。看秤往上，原来这把他沉，主要上来主也沉，它是一样的。那这就使这一个龙刨皮，不就有事了吗？哎，我这不刨皮了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我怕啥呀？我也不怕，是吧？这都有5百斤，加粉丝群，加粉丝群，到时候就叫你们啊。来，那我装装。有500斤。114、128、114斤明天应该在这黑锅杀的，北京8661，8866啊，是不是一样？有你对吧？有我不一样呗，有我他肯定是。咱怎么了？他是这个程度啊？他是这个程度就这样过吧。刨别人不管事，地板行这不差点吗？也这样。哎，好，中的不是这样吗？快抓！啊，不管事，我待会给你拉一下子。我不给你们找钱，明天哥。咋了？咋抓这玩意儿？老三。从哪儿进？说。屁股朝这边，头朝那边，看啥？你要啥不行啊？屁股朝这，头朝那，弄这呗。哎，我多说几个，
八斤的，够一单了。得要个四十斤的钱帮子，你说不？找你面庄老板进来，进来先进来。不说路是吧？这块钱找你了。啊，对，在这边。对，在咨询里，我明天早晨。哎呀，他这住啊，开不远，头十分钟告诉你一声啊。那3块钱也3.5块，抽人工3.5块，不是一样的，抽人工吧，是的吧？嗯，这一样是一下子了。就以后停不了，前面没有了。哎，怎么？先敲门。开，我会算卦。哎，我一看你家就是我名儿了。他叫那门一看看出来，力量干活。对，本子行，我先告诉你们，你去抓紧上本子行，你们出来就开门。明天黑猪，我这会还光黑猪吃，你们最近爱吃黑猪，我尽量都给你们配个黑猪。是。这大，这真大，这中条猪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你收割粉丝是应该是不对的。你抓住全生之不乐，你黑猪没多少钱。咱们黑猪抓的贵就卖贵，没毛病，抓的钱赚的钱。粉丝不是不让你挣钱，而是让你挣有数的钱。你说一分钱不挣赔钱，粉丝都给你补，不好说的。但是你说是过度的嘎粉丝的韭菜，我这人就说实话，我不嘎你们韭菜，咱们就好好当哥们处着。有往前，你管逛了吗？管，那就有就啊，逛了，中了这玩意儿啊，哦，这没事，怎么样呢？招呼你没声，可这容易扎的。啊，你介绍我这句话，我抓的贵就卖的贵，抓的贱就卖的贱，我不看别人，看我自己。孩子们，孩子们，都哥，咱俩扯不动，好吧？这家有500斤，把这个拽出来，把这个拽出来。然后你们一抬，我往里一拥。而且还是公的，直播间有人呢，来给个镜头，来特写，是公的，近点拉的镜头，公的这是。哎，说不展了，不展这个，过吧。你压着多少斤呢？哎，你拉皮我明白。我知道，是的。好好剪辑一下子，给个正图上一照，公子。那个不容易，你就把那拿下来走了。好，待会儿给你拉进来，待会儿给你拉进来。4.86。不对，500多呢，傻兄弟。500，这就是400，500，550。傻兄弟，那500多呢。550，550，再加上这个呢？550，570。550，这个15是30是吧？是。550是580。580，586。86。嗯。586。来，我看看是586吗？你看，确认一下子。你确认吗？246对，586。对吧，大哥？减息128。那说50吗？150。四百五十八。看我看的，差不多哈。你看见了？看的还有500。我看见还得478的呀。4块钱。四百五十八。这可以了。年多了，哎，这还，这听着揍你啊的啊！金马亮不算唱了，这不是这金马亮的声音，看看，那是谁唱？就那天那个，不是你那个唱的。哎，你有唱没？在这有唱去。
啊，这就是再说是六百呗。那你这待会儿你这过太多了，差点数了。再找个程序吧，这家不准成。你骑辆车借个程序去，把那个身份证不于莹他那拿来吧。你去吧。我不去拿去，他那没那家伙呀，别的没成啊。你在家你媳妇儿拿不来？刚跑呢。不大准。好那么年了。买大人都撑不准。你看还这么着。这借个车，借个车。你多少个姑娘的哈？给你。怎么办呢？啊。大车在家里吗？车在家里吗？他撑不准。撑撑撑撑，那肯定有一罐，到时候你开一种。啊，阳光明媚，到时候你拍一种，定金是定金，是定金我不收，但是你必须来拍了，我给你留下了就。阳光明媚，你们给谁买？给儿媳妇吃，儿媳妇怀孕了。哦，这我五点多就已经进入市场了。有个要钱吗？要钱吗？在排骨里呢。他把梅花肉干了，正好北京866，8866对。我看你那个剩完的排骨剩的都鞭子了吗？那没鞭子，去掉前面这不全中间的多，基本没鞭子。你不要肉，不给你带肉还。你不要肉，我还不给你带。啊，你看我这来回头，这猪肉老好吃了。多大的是吧？一套长500来斤，我看这家有500，没出来500，一套长这猪，40左右，听我来回球得了12，带着骨头，我还不多说你，黑猪的是，运费给你另算，我就跟你说一两句话，我杀这么猪挣300多块钱，不到400。我明天上粉丝群，我先招呼你一声，你们随后就出来，嘎嘎一买，整不整完活，我老早去，我去晚了不中。对，我开直播，你一下单，呱呱一整，我多带点冰矿泉水，直接给你加上冰，在街上就给你加上冰。王民，王老板，我想要点。有这大的，这咋叫的啊？来，把它抬起来，先别搁着，抬起来再搁。没有人也是地上杀的，你在家卖的肉这是。人家是在家卖肉，都是边上杀的。我这150，对，这个400500，肯定边上杀的。450，谁敢在家杀呀？你们看他卖的贵，那制服的，这粉丝呀，看550，这是66。这是10斤，20，30，580，584，686，那个，580，那个啥，以后刨这个皮它就准了，对，那个皮重，以后五百八十，刨些笼子，582是吧？对，就是582，来。都是顶啥的，不知道。走前面呗，走前面这样。前面不挖项目吗？一头上车。580。
烧烧成了，那要他烧不出来，直接推他下，他打开那喇叭，他就站起来了。俺撇会拿电工，你电才上去啊。啊，辛苦了。那那有啥吗？让你问。哎，你这是，你得刮了吧？八块五。